歡迎收睇《東張西望》。繼梨木樹村群組之後咧，今日多一宗新嘅確診個案嘅嚇。嗰位男士咧就係一位飛機師嚟嘅，曾經去過英國同埋法國噶。佢翻嚟香港之後咧，曾經喺四月中咧做過一個病毒檢測，當其時係呈陰性嘅。係咁，最近咧都有一啲零星嘅本地確診個案啦。咁專家就話，如果咧係要連續28日冇本地確診個案，先至代表咧係疫情受控啦，其實就係不切實際嘅。咁最緊要咧就係冇社區大爆發。嗱，零星嘅個案咧未算大鑊啊，而家煮緊嘢食，有啲嘢融喺個鍋度就真係大鑊啦！要做美女廚神，首要當然要有一個好嘅鍋鏟啦，要輕身好用，同埋要啱手型啊。不過最緊要就要夠安全啊！有冇試過煮煮下嘢嗰陣時溶咗個鍋鏟？啊，冇喎，溶咗咁多年都冇試喎，嗰只嘢好犀利。係咪膠定係咩？膠嘅膠，膠鍋鏟嚟嘅。膠喎，食咗咁耐啦，擔咩心啫？你用易潔嗰啲咧，佢好容易咧搞到你個鍋咧花曬啊！如果你膠咧就唔會搞到佢花曬嘛。以前用嗰啲金屬嘅，跟住咧我轉咗用竹嗰啲咧，係啊。點解唔用膠嗰啲嘅？因為我就係驚，即係會唔會有啲 chemicals 出到嚟咧？咁所以我冇用過，擺埋一邊。你有冇試過即係煮嗰陣時咧，膠嗰啲會溶咧？係啊，會啊。試過啊？試過啊！你擺得太耐咧，擺喺嗰度咧，佢就會溶噶。所以咧，佢係俾咗嗰啲木嘅比較好啲，就唔敢用啊。係啊。消委会测试咗17款中式胶镬铲，将铲头浸入去200度油温嘅花生油中15分钟，之后冷却4小时。结果出嚟，总共有5款样本耐热程度未如理想，出现一啲轻微嘅变形、变色或者起泡。其中一个样本放咗入油，仲系1分钟内已经变形。我哋喺市面上咧就買咗3款嘅膠鍋鏟咧做呢嗰個測試嘅，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輕熱咗呢一烹嘅油啦，咁跟住就放呢3隻鍋鏟落去睇下呢個效果點嘅喎 ，Bonnie。我諗咧，通常你要試到呢一啲效果，起碼都要過200度先，係啊，因為我哋煮餸有時嘅温度通常都會係180至200幾都有嘅，咁如果我自己買鍋鏟咧，我通常會揀啲大約都會起碼耐熱度去到200-305度咯，就安全啲咯。見到啲油出煙，我哋可以試一試。好啊，好啊，我哋好似炸嘢咁炸佢，依家而家當佢炸嘢咁樣。鍋鏟都會接觸到平底鍋鍋底，所以更加容易睇到鍋鏟喺高温下嘅反應。哇！我哋依家大概就係2分鐘左右啦。其實我喺30秒左右，唔知道你見唔見到我幫你？已經係啊，溶咗好多。啲鍋鏟已經邊皮溶曬，哇！好驚。你佢而家黐住，係搞咩啊？哇！溶曬啊！好核突啦！呢啲溶咗咧，食咗落肚真係大件事啦嚇。好，跟住我哋攞呢一支嚟，好呢支都有少少，都有少少喎，係啦，呢度有少少泡泡，同埋彎咗少少喎個邊嗰度。呢度有少少溶啦，係啦，呢度有少少溶。仲有第3支，我都見到黐住個鍋底啦已經。哦，變咗形啦。係啦，呢一支都變曬形，同埋有一陣膠嘅味道啊。係啊係啊，其實都。唔得啦，呢個都我諗都不能夠用噶啦。我相信其實如果你係用呢啲膠嘅咧，儘量譬如你真係去到一啲好高温炸煮嘅時候咧，儘量都係避免。我諗都係用翻木製嘅鍋鏟啦，或者筷子會比較安全啲。我諗用膠鍋鏟都係用翻普通譬如易潔鍋炒煮嗰啲簡單啲啦，因為嗰啲通常都係100多度嘅温度。譬如真係要炒煮嘅時候咧，有時譬如行開啊離火，我儘量都會將個鍋鏟擺翻開啦。當然你幾秒鐘嘅冇所謂啦。你話長時間擺到其實佢都係太過高温嘅話咧，都係對個鍋鏟嘅耐用度又係唔好啦。消委會亦都有提醒消費者，膠鍋鏟遇到高温有機會溶同埋變形，煮食嘅時候接觸到唔同嘅食物，亦都有可能會釋出唔同嘅化學物質。選購時記得要睇清楚標籤，或者係選用木製或者係竹製嘅鍋鏟啊！疫情之下大家都怕出街食飯啊，因為驚有機會受到感染啊嘛。日本最近有專家就做咗一個實測，就睇下咧食呢個自助餐咧嗰個播毒風險有幾高啊。咁實驗結果咧就顯示咧喺30分鐘短短之內啦，咁啊經已咧有參加者嗰啲手啊咁啊同埋嗰啲餐具咧都經已係沾滿咗病毒啦，咁啊而且有3個咧仲係塊面上面都有添噃。嗱，跟住咧就做咗一個對照實驗啦，就發現咧原來只要服務員勤啲換餐夾，同埋咧食客勤啲洗手咧，嗰個播毒風險就低好多噶啦。咁所以個人衞生真的很重要，才可以防止病毒擴散。梨木樹村感染群組感染源頭不明，為了進一步阻截病毒在社區爆發，衛生署派發職員去3名患者病發期間曾經到過的地方，例如是確診婆婆去開的街市、孫女的住所卓明樓和她去過的補習社，派發深喉唾液測試樣本瓶。
我哋今日再嚟到梨木樹村嘅第五座睇睇，其實見到現場咧有衛生署嘅職員仍然係派發緊樣本瓶俾大家做檢測噶。昨日和今日，衛生署就派職員去到婆婆居住的梨木樹村第五座進行大檢測，向居民派發樣本瓶。檢測涉及850個單位，大約有幾千名居民。叫我哋點種啊？翻去朝頭早就一起身唔好刷牙、唔好洗面嗰啲咧，就留一第一啖嘅啲痰啊。然後裝翻落個樽度，然後咧就朝頭早拎翻落嚟咯。佢有個時間寫明係9:30至11:30拎翻落嚟嘅。哦，係講得好清晰噶啦都。咁你自己其實擔唔擔心啊？因為都係第一次做啦，我諗。係啊。嗯，都有啲擔心噶，自己做好乾淨啲咯。咁穩陣啲嘅。係，即係你覺得都安全啲咁樣。啊，係啊，係啦，安全啲好啲。你覺得方唔方便啊？而家佢咁樣安排。是有少少不方便的，不過為了安全沒什麼所謂，我因為啲人不識得填嘅嘛，即係佢屋企係同人填埋咁啊好啲。咁嗰張form係要寫啲乜嘢嘅？你嘅個人資料啦、電話啦，同埋你嘅年齡啦，我都怕入邊啲老人家識唔識做啫。哦，點解咧？反而呢度咁多老人家，萬一佢哋唔識做啊，點算咧？即係你覺得要多啲圖定係點樣？定要有個人講解？應該。我都不明點解會俾自己，即係自己啲居民自己去整咯。應該是有一個醫生或者一個姑娘去指示你點樣去教你點樣做咯。你咁樣嘅話，萬一佢真係啲小朋友或者啲老人家或者我自己都未必知嘅，係咪真係攞出嚟嘅痰係啱嘅咧？另外，衛生署亦都去到確診婆婆去開嘅街市檔口派發15個樣本瓶，而好多市民都想知道婆婆去過邊幾個檔口。哦，如果通知到啊，最好啦。點解咁講咧？因為有界別嘛。如果佢講咧，我得個知字啦，係啦。咁會點啊？咁會點？咁樣我去嗰陣時，同嗰啲人買嘢，嗰啲人要就唔好咁親密咯。係，即係再注意多少少。係啊係啊，再注意多少少啫。其實自己都做咗呢個衞即係防禦㗎啦，咁所以都唔係咁驚嘅。咁抗疫期間咧，大家都要注意個人衞生啦。咁尤其屋企咧有小朋友或者係 B B 嘅屋企啊。嗱，我諗唔止衞生啊，所有新手爸媽咧非常之重視自己 B B 嘅成長每一個階段嘅，就好似楊怡同埋羅仲謙咁啊，專登揾朋友咧幫佢哋拍家庭片啊。係啊，咁啊見到佢哋咧望住佢哋呢位小千金啊、小珍珠啊，又攬又錫，非常之温馨啦。咁啊，謙謙咧仲留言話啦，喺爸爸媽媽嘅照顧底下咧，你會成為我哋嘅掌上明珠。嗱，佢哋三個咧就喺個網上大曬幸福啊。至於譚俊賢喺劇中飾演嘅阿 Sam 就越踩越深啦。18年啦，我真系頂唔順啦！我見到紅燈都唔敢過馬路，咁樣得唔得噶？如果今次俾人拉咗咧，會唔會查埋18年前單嘢出嚟噶？收聲啊，肥仔！我講過啦，今日偷睇18年大結局嗰單嘢，咩叫都唔准講出嚟！如果唔係就冧咗佢。講邊個俾你偷睇大結局嚇？你幾時先至醒啊？我醒咗噶啦，你睇唔睇啊？其實我都想知道你哋下場係點嘅。快啲睇啦！唔准偷睇啊！你哋有冇搞错？你啊，你衰人啊！你原谅咗佢啦，咩 madam？ 你唔好同佢同流合污啦。有卡芬泰尼噶嘛？咪系咯，香港冇得卖噶吓。咪系咯，记住啊！哇，大家实在太入戏啦！18年后的终极告白，今晚大结局 ，Sam 哥、阿一、肥仔富同埋 madam 冤都好似观众一样，好想知道自己嘅终极下场啊！咩梗知道佢唔会原谅我噶？哎呀！师傅，阿 Sam 疏咗啊！你讲乜嘢啊？你可唔可以讲清楚俾我听，究竟发生乜嘢事啊？现场嘅家庭观众就系咁啦。你讲清楚，发生咩事啊？喂啊，睇啲唔睇啲好吊瘾啊！强烈要求剧透，剧透！你嘅下场系点啊？梗系有好下场啊！吓？你做了咁多衰嘢，你認為你仲有好下場咩？唔使講啦 ，Madam 一定原諒咗我啦。Madam 係咪好人嚟噶嘛？有情飲衰飽咧，你係 Madam 嚟噶喎。冇噶，冇錯噶喎。你收聲！係社會嘅錯，丁蟹都唔覺得自己有錯。我係好人嚟噶，咁多位，我愛你啫嘛。我知道，所以我覺得女人真係好難捉摸。有愛情嘅時候，又好似好多嘢。好捉摸唔到，但係錫佢啦，嘴佢啦，而家大家睇大結局咪知咯，究竟有冇？你嘴佢啦，一係你塞住佢把口咧。我嘴肥仔啦，不如做咩事啊？做咩要搞啲咁嘅嘢？因為到臨尾咧，我同肥仔會有啲破格嘅演出嘅。阿一，
我江湖人物嚟噶嘛，邊會有好下場啊？嚇！我對付完佢，再對付個江湖。你唔好死啊！你一個最重情義嘅人嚟噶。唔係咯，其實全套戲最有情有義，最有淚係佢。我發現你係最好啊！謝家，好好。結局啦，有啲咩必睇位先？成集都係必睇位啊，係咪先？啊，我好似喺戲入邊咧爭一巴，我想打你。好啊！喂喂喂，唔係啊！我諗起啊，係啊，爭一巴嚟啊！係啊，都未睇到嗰度。我覺得整套劇入邊咧最嬲尾嗰場戲咧真係不得了喎。嗯，其實之前我哋有提過嘅，即係如果大家由第一集開始睇嘅咧，睇到最後一集嘅最後一場，最後一場一秒，即係我哋。作為演員，我哋睇咗嗰場戲，我哋睇劇本就會有起雞皮，起雞皮咧，因為好多幻想空間。係啊，究竟會係點咧？我哋七個人嘅下場。喂，而家播埋俾你睇啊！翻嚟東張西望，咁出年2021年嘅公眾假期表咧，今日咧就出籠啦，咁啊大家打工仔咧就可以咧 plan 定嗰個請假攻略啦。係啊，如果大家咧係放星期六日啦，或者銀行假嘅話咧，咁就要 mark 實啦下年嘅四月份嚇，只要能夠請到咧7號至9號呢三日咧，就可以連放10日啦，仲唔係去旅行？啊，但係都唔知飛唔飛到。菜，係我都好想飛，但係飛唔到嘛，而家真係暫時咁，所以留喺香港咧都好多地方玩㗎。落地之後去邊度好呢？哇，咁快嘅，夾慢啲先。哇，個天好靚啊！好想去旅行啊！大家有冇話幾耐冇去過旅行咧？3個月啦，又半年咯。半年冇去過旅行啦，有冇話好想去旅行咁？好想，真係好想放鬆下咯。雖然限聚令經已放寬，但係世界各地仍然有入境管制啊！出發玩都係得個諗字，但係有得揀嘅，你又想去邊度玩啊？澳洲啦，可以游水啊、潛水咁樣啊嘛。日本啦，點解啊？日本乾淨啊嘛，舒服啊嘛，啲嘢又好味。韓國，所以請單先。為咗一解大家鋪旅行人，最近又再開始興起 staycation 呢個字，其實係 stay 同 vacation 嘅結合，意思即係唔使出國嘅小旅行啦。但係一樣要計劃出發日期、會坐乜嘅交通工具等等。總之就做足全套，足不出埠，都體驗到旅行嘅樂趣。喂，去邊好啊？喂，去意大利西西里島啊，好 chill 噶，啱啱 feel 先，正喎 ，let's go。一望無際嘅內灣，數之不盡嘅遊艇到帆船，哇！果然係意大利西西里島一樣咁靚嘅風景。哇！哇！果然你好勁啊！呢度咁有外國 feel， 你都揾到。嗱，話明係 vacation 啊嘛，梗係揀個 chill 嘅環境㗎啦。哇！估唔到香港有啲咁嘅地方喎。Cheers！西贡白沙湾有间临海嘅酒店，几乎每个角落都坐拥海天一色嘅靓景，有景睇，仲有嘢玩，足够大家消磨一日啊！哇，阿玲，你最近冇得煮饭仔喎？系阿姨，我哋呢啲熟女嚟噶嘛，平时翻工忙煮唔到饭啫。不过呢度咧有个懒人 food package， 帮你预备晒所有嘅食材，所以嚟度假嘅时候都可以煮下饭仔，系咪好劲咧？你煮我惊肚痛喎。咁啦，幫你啦。哎呀，好啊！好啊，嚟啦嚟啦嚟啦嚟！哇！睇見希玲同 Jasmine 一齊煎下豬扒、煮下意粉，即刻肚仔餓添，好想食啊！不過最令人心旷神怡嘅，都係煮完啲美食之後，可以望住個咁開揚嘅靚景，哇！吹住悠悠海風，慢慢嘆翻餐。邊度啊？哎呀，唔好咁心急啦，好快到啊！噔噔，喂，開 party！ 哎，但唔係我生日，又唔係你生日喎，咁慶祝啲咩 ？Happy Mother's Day， 母親節快樂！哇！
近年好多人都喺酒店包房开 party 噶，所以酒店都会因应唔同嘅主题，好似系庆祝生日啊、纪念日等等，提供相应嘅派对装饰。如果客人带埋小朋友入住，仲会准备家庭游戏同埋专属嘅清洁用品添。今次 Jasmine 同希玲一对闺蜜专程嚟到，梗系要打个靓卡，影啲靓相啦。嚟到呢度，除咗睇靓景之外，仲可以上船出海添啊！住客仲可以免费坐街渡出海，船程大概五分钟左右啦，就会去到有隐世海滩美誉嘅三星湾啦。哇！三星湾水清沙幼，环境清幽，唔少人都一家大细带埋宠物入嚟享受阳光与海滩。呢度仲有淋浴间同更衣室，够晒 user friendly 啊！而家嚟 station 就可以对住靓景留宿一晚，使用健身室同天台花园设施之余，仲包埋来往三星湾船飞，同埋享用丰富嘅和式早餐。由于带两位12岁以下嘅小童一齐入住，都唔使额外加钱，所以哇2000元唔使，一家四口就可以玩餐饱，优惠期去到月尾咋。豪华欧洲团是时候平平地去香港人第二个乡下泰国啦，萨瓦迪卡！你好，林小姐，欢迎你。讲广东话嘅。呢度是香港第一间以泰国做主题的精品酒店，哇，设备现代化，但系环境充斥住浓浓的传统泰国气息啊！无论是大堂、走廊，亦或房间入面，都放满住传统的泰国艺术品同装饰。哇！呢度有我喺泰國見過嘅手工藝術品啦。咦？仲有太像添喎！呢個咁悠閒嘅空間位於九龍市中心，四通八達，周圍仲好多食肆選擇。如果想短暫離開屋企過一晚泰式嘅假期，價錢哇意外地抵喎，最平400元就得。哇！咁計落兩個人都係200元啫喎。疫情期間，好多娛樂場所都冇開，想輕鬆下玩下都難啊！不過現實中邊有咁隨心所欲啊？除非你嚟到呢一度就可以逃離一陣啦！呢段時間有酒店仲特別推出逃離現實嘅住宿計劃，等你足不出户都有曬各式娛樂，輕鬆一整日啊！房入面有好多条免费同埋收费电视频道，仲有串流平台等你专心独自煲剧啊！煲剧当然要有零食噶啦，房入面有放满晒饮品嘅迷你酒吧同埋小食袋添，哇，全部都系免费噶，就连炮谷都可以随时再添。咁快食晒嘅？打个电话先。喂，唔该 refill 炮谷啊！At the moment,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are looking to escape the confines of their home, and so we just thought, you know, we'd put together a staycation package that will really resonate with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mini bar, take-home loot bag, so people could enjoy in the hotel room effortlessly. Thank you. 酒店咧本身咧就包住客喺酒吧 happy hour 2个钟噶，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酒吧就冇开，咁所以酒店咧就谂住将呢啲饮品送到去住客嘅门口度啦。有嘢饮，当然仲有嘢食啦。每位住客仲可以享用一份咁丰富嘅西式早餐，哇，爽啊！如果唔想全日留喺室内，其实酒店本身都有好多休闲空间俾大家唞下、放松下噶。这个全天候足不出户的假期，包括娱乐设施、免费小食、酒水、连早餐，一晚要1000元左右，两个人除开都是500元一晚。这里还实行弹性 check in， 可以随时登记入住，登记后24小时后才 check out， 啱晒想完全放空的朋友。去完欧洲又去完泰国，连现实都逃离埋了，今次去哪里好呢？不如翻翻旧香港啦！一幅幅嘅挂画、墙上面嘅 graffiti、指示牌，甚至乎系摆设，通通都充满住香港嘅味道啊！
呢间位于尖沙咀嘅酒店喺文青界博有名气，吸引唔少本地同埋海外嘅年轻人嚟入住打卡。最出名嘅打卡点就系呢一个共用嘅上网位同小食吧啦。见到哇，李小龙肖像、旧式收音机、陈年留声机，仲有白铁做嘅信箱，一望就令人谂起昔日嘅香港咯。嚟到旧香港，梗系寄翻张 postcard 俾我嘅情郎啦。在这里还可以吃下嘢，喝翻杯 drink， 超一超。不过最重要的当然是相机食先啦。等我不执书，拍张相打个卡先。不单止公用地方，就连房间入面都融入很多香港特色的元素。房入面就有香港特色的涂鸦，而墙还用了葱花砖添。天星小轮、维港剪影，甚至一张张香港的旧照片，处处展现香港情怀。不过设计一啲都唔老土啊！一嚟用色大胆，二嚟仲系好受年轻人欢迎嘅工业风添。估唔到连个厕所都咁工业风啊！去厕所仲有得拣添，可以用啤酒冲走啦，或者将你嘅前度冲走，拜拜啦！想享受这个时光之旅，双人房一晚都是300元起跳，啱晒 budget 唔多的朋友啊！乜都探匀啦，舒服晒。嗯，咁我哋下个礼拜去边度旅行好啊？你话事啦。